好快啊。抒情。一段时间，对，我没有在那儿，没有在直播，然后回，不是回，应该去酒吧上班了。哎，这个我找不到这个音乐，好烦哦。换一个吧，换一个。几十年不见的人跑出来了。以前我跳的什么舞好听啊？我现在都找不到那些歌了，感觉你错过了好多大歌，是吗？谢谢。谢谢，这什么舞呀？这什么歌呀？我再找一下，我以前跳的是什么啊？果然那时候的歌配不上现在的我。
听的歌，快点，我怕等一下疯了就看不到我了。不会，我会注意的。为什么要疯我？对吧？我是这么乖的人。好吵呀，这个歌。谢谢么么哒。好听吗？是不是好听？贤妻的感觉，不是贤妻，人妻好吧，把后面觉得好看，人妻。对，现在最我现在最想做的职业是什么？就是人妻。对，嗯，对，真的，我现在最想要的职业就是人妻，就是一直没有实现嘛，好希望有哥哥来让我实现一下。哦，这个好听，但是要绿钻，对。哦哦哦，嗯，要 VIP， 我要下载个绿钻，对，太浅了。还有什么好听的？曲这样的挺好的，绝对好，是吧？我也觉得，不好吗？挺好的呀。有的钱还省不了哎，非要绿赚哎，太过分了。嗯哼哼谢谢。